没办法，我们这边没有漏武，打到我用赵云算了。刚才赢那个谁都说他要打，要么走中，要么做辅助。啊，孙膑，主要是怕他们的达摩啊，一拳过来把人踢歪了。再加上那个谁，嬴政，不，宫本，还有比较麻烦的，你看蔡文姬、妲己，都在他们那。找到刚才叫队友帮抢的蔡文姬，或者刚才直接把蔡文姬给禁了。本来我是想用蔡文姬，但没有办法。这局肯定要输了。好东西都在他们那。我们那边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比较脆皮。做好准备，全军出击！小蝌蚪不动啊，不会又挂地了吧？做想做的事，身为君主就是这么任性。小妲己，我操！这一下过来就吸这么多血啊！哟，这他们导弹射的这么准！朕也是无聊，才来看小丑们表演。这个要跟他们好好打。认真打，这么快就没蓝了。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。顺我者生。散路这么多人，哟，哎呦呦呦呦，请求支援。他们控人的多，不好打。他在朕脚下的蝼蚁，除了活挂掉，没有第二条路。该死的空粉，他就把他时不时的来给我来一个大。阿珂打不过达摩。这家伙有病啊，你自己死了还怪我了。最讨厌这句死了都要怪队友。你看我在清理兵线吗？
家伙居然敢暗算我，又没蓝了。文旦，气死我了，不让我回去我就拆了你们破家。没办法，逼着我不回去。没蓝了，懒得理他。我们要打主宰吗？这个时候好混乱啊。天天都是脆皮。妈个蛋疼，这样的都要削的。蓝还是在我手吧，坑爹！抢我蓝的没有好下场。身为君主就是这么任性。趴在朕脚下的蝼蚁，除了木化中，没有第二条路。暴君这么快被撸了。他在阵脚。
吗？又打我！再给他们，再给他射一炮，基本就死了。他怎么会射这里啊？这他妈导弹真烦人！你玩的导弹怎么那么快呀？小关往中间一波推掉他们。猖狂，那你刚才那么嚣张。团灭了。射的差不多就可以了。稳住，我们能赢。朕也是无聊，才来看小丑们表演。开始撤退。一体群殴，跳跳跳跳跳跳！变成我们团灭了。我现在射人是很疼，但是老龙的技能可以搞回来呀。这么打有点难打。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。混乱，好混乱！趴在朕脚下的蝼蚁，靠，这边达摩暗算后排，
被达摩给后排打掉了。我本来我在后面射的贼爽，突然来一个人敲到我面前，把我踢到墙上，就是一顿壁咚，啪啪啪啪啪啪。虞姬遇到宫本也是倒霉，他那个技能很容易哦。没办法，我们这边没有漏，打到我用赵云算了。看来赢那个谁都说他要打，要么走中，要么做辅助。啊，孙膑，主要是怕他们的达摩啊，一拳过来把人踢歪了，再加上那个谁。嬴政，对对对，宫本，还有比较麻烦的，你看蔡文姬、妲己，都在他们那。找到刚才叫队友帮抢的蔡文姬，或者刚才直接把蔡文姬给禁了。哎，我是想用蔡文姬，但没有办法。这局肯定要输了，好东西都在他们那。我们这边比较脆皮，小蝌蚪不动啊，不会又挂机了吧？做想做的事，身为君主就是这么任性。小妲己，我操，这一下过来就吸这么多血啊！哟，这他们导弹射的这么准！朕也是无聊，才来看小丑们表演。这个要跟他们好好打。认真的，这么快就没蓝了。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。顺我者生。算了这么多了。